这是您下一关的关卡。哦，对，还有什么东西？站就可以。您看一下。对，好，您退好了，您慢走。这显示屏上都有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叶总派我把一份很重要的东西交给单总，请问他在哪里？他刚刚去 B 办公区了。哎，叶总是哪位啊？叶总你都不知道啊？小心单总炒你鱿鱼。您出门左拐100米就有地铁口。嗯，是这样。哎，你知道叶总是谁吗？ 堂堂 Senwell 集团的总经理竟然也会亲自来检查酒店的冷库，你也太认真了吧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话跟你说。可我跟你没话说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是想把绯闻进行到底，还是又想要什么封口费啊？不要因为你有钱就总是用金钱来衡量别人。 我是为关美来的，关美的事我已经给了你们机会了，别的事没什么可谈的。一周后，关美渔村会举办第一届旅游文化节，我是来邀请你的。没空。关美渔村第一届旅游文化节是茼蒿策划的，可惜，他没有把事情做完就走了。现在我们想把这件事情完成，一周后会有金牛座流星雨，关美渔村是最佳观赏地。 我们已经策划好了活动内容，并且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媒体，所以你一定要来，好吗？就当是完成茼蒿的心愿。这不仅仅是一份邀请函，更是我们的诚意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遵守自己的诺言，把关美客栈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民宿。 别喊了，这个门是采用聚氨酯压力注射机注射发泡成型的，隔音隔热效果都非常好。你就算喊破嗓子，外面也听不见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是老板，赶紧叫人来开门呐！没有信号。 警报装置吧！这里面好像是没有。啊！开门呐！开门！有人吗？我会死在里面的，对不对？警局妈妈怎么办？社长怎么办？我不想死！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，让我想想怎么办？
你知道什么叫做应变能力吗？这本能反应它就是人通常在紧急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应变动作，不具备任何含义，你别想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我知道你不用解释，解释不是单俊皓的个性。谁跟你解释？我就是很讨厌你总在我身上搜索茼蒿的眼神。